送嚟俾我嘅，系小女子代为帮主而设。你马大哥系唔知噶。<笑>马大哥谈咗几日休添，其实乔峰饮酒如饮水，冇咩大碍。好酒，可惜酒太少，今晚未能尽兴。<笑>等小女子替帮主换饮。咁就一路嫂夫人。其实喺莲百花大会，小女子已经见过帮主一面。哦，百花大会？去年暮春时分，洛阳城内嘅百花大会呢？哦，我记得啦。帮主真系记得？当然记得啦，喺洛阳城神剑庄庄主做嘅东道，请我哋丐帮上下到佢院中，一尝佢新酿嘅百花名酒。此酒。果然入口香醇，不负盛名，好酒好酒。可能嗰次人太多，帮主一时未为意啫。原来上次嫂夫人都有到会，叫嫂夫人晒太见外啦。冇错，应该叫大嫂先啱。大嫂见你伤痕累累，真系心痛。诶，乔峰一介武夫，受伤流血系家常便饭嘅事嚟嘅啫。帮主英雄了得，又系姓乔嘅，真可以话可以付托终身嘅乔木啊！啊，嫂夫人，乔木嘅伤可以自行包扎嘅。你背后嘅伤又如何自行包扎呢？其实此处偏僻，而正屋相距甚远，正好俾帮主静养。系冇人嚟打搅。嫂夫人，请你自重。乔峰一向好敬重马大哥，情同手中。所谓长兄为父，长嫂为母。乔峰并唔想马大哥有所误会。有所误会嘅，其实系帮主你。小女子一心替帮主换药，你仲以为有其他咩？乔峰嘅伤已无大碍。唔敢再劳烦大嫂。大嫂，请回。小女子告退。敏，咩事啊？边个激嬲咗你啊？梗系杨妈年纪大咗，唔识得服侍你啦。你臭男人，个个都自私自利嘅。啊？哦，你系话我唔理你啊嘛？嗱，我依家咪喺度陪你咯。我唔使你陪啊。你，我唔想见到你。你臭男人，话嚟就嚟，话走就走，当我康敏系咩人啊？我悉心打扮，真系我亏啊！你唔翻嚟，我仲落得清净啊！好啦好啦好啦。是我不啱，我向你赔罪。我不用你做好人。敏，乔峰，你有眼无珠的臭男人，我何敏点解咁命苦，伤咗王妃
点解？点解上天嘅要咁残忍？我亲手杀死我自己嘅孩儿，只能教马大元一个又老又冇用嘅臭男人。就算我康敏有千般风情，万般美貌，又有何用？我要得到嘅嘢，永远都得唔到。我唔甘心，我唔甘心啊！帮主，帮主，咁多位，发咗怒，调养多几日，佢嘅伤势应无大碍。嘿，点知冇大碍啊？原来帮主为白左脑打通咗任督二脉啦。帮主，任督二脉一旦畅通，白左脑就可以回复功力噶啦。白左脑可以保住一身嘅功力，但系帮主你就元气大伤啦。日前合我哋五人之力，仍未能为白左脑。帮主你重伤初愈，岂不是？咁多位，你大可以放心。我乔峰壮健如牛，粗生粗壮，有用不完嘅气力，流不完嘅鲜血。只要我饮多两程酒，我就龙精虎猛嘅。Hello， 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！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埋艺人嘅消息。